今天要跟各位朋友讨论的问题呢，一共有五个，就这个大题目下面有五个小题目。第一个小题目是问题的提出，就这个问题我怎么提出来研究的。第二个问题是历史的启示。第三个问题是观念如何呼唤思想启蒙。第四个问题是晚清以来市场经济的曲折发展。第五个问题，观念落后成为社会落后的症结，观念转变导致中国的崛起。我现在先说第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问题的提出，就我为什么考虑这个问题，为什么想大家来讨论这个问题。中国晚清社会全面落后，这个大家公认的一个事实。究竟这个落后的为什么会落后？大家的过去的通常的解释，不外乎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封建皇帝专制统治，皇帝的这个专制统治导致中国落后。第二个呢是地主土地所有制，使得老百姓遭受了沉重的剥削。第三个问题是帝国主义侵略。大体上我看啊，引进这个中国晚清以后中国社会落后的这个原因在哪里，大体上这个三个方面的内容。但是我们想一想啊，这三个原因呢、啊、三个这个落后的原因呢、啊、也不能是可以解决问题，也不一定，也不能够解决问题。为什么呢？就中国历史告诉我们啊，封建王朝被推翻了，地主土地所有制被改过来了，帝国主义侵略被赶出中国去了。这三个方面都做到以后呢，中国并没有走向富强。而中国走向富强是近30年来的事情。那么就使得我们考虑，好像这三个问题能够解释问题，但是也不能解释问题。就这个问题好像并没有解决。我想啊，我个人的看法，这三条是病因，就是说前面两条说明了，好比一个人一样，他体质很衰弱，啊，这个皇帝的专制统治，地主的土地所有制，使得这个人就说明他这个人啊，他生病的这个人啊，他体质是很衰弱的。帝国主义侵略，好比就是感受风寒，内在自己衰弱，外在受风寒，因此这个人生病的。那么问题在哪里啊？问题这个人生的病，他病灶，这个病灶在什么地方？是在肝还是在肺？是发炎还是流肿？流肿在什么部位？这两个方面问题不能解决。就是这个病的症，病灶在哪里，病的症迹在哪里，这个症，这个病症的这个迹，这个迹在什么地方，上面这个三方面的回答没有解决症迹的问题。我想啊，关键问题是在这儿。所以说啊，这个问题啊还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也有必要。就从这是问题的怎么考虑你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好像还没解决。那么我今天跟大家谈我自己的看法，我这个看法是采取一个什么方法呢？我这个研究的方法，我想是可以说是个比较的方法，有两个比较。一个是呢，世界上先进国家与晚清落后社会的比较，
这个比较不能。第二个比较啊，中国人民的崛起与中国落后的历史的比较，我想从这两个比较里面，用比较方法来看出来晚清社会全面落后的这个症结，这个病灶啊，症结究竟在什么地方，什么地方。这是我想我今天谈的这个内容的这个研究的方法。另外呢，我说说去把结论去说一说，叫我这个研究课题的结论什么东西。结论我想是两点，一点，晚清社会全面落后的症结在思想愚昧、观念落后，这第一点。第二点，观念更新导致思想解放，观念更新了导致了中国的崛起。中国崛起仍然呼吁全面的思想启蒙，这是第一个问题。我说的就是这个第一个问题，就问题的体制。第二个问题，我想啊，是历史的启示，是历史启示。这里讲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西方社会富强，西方社会富强是源于它来源于市场经济的发展，或者。所谓市场经济啊，有三个，有三点主要内容。一点是私有财产制度，第二个是自由竞争机制，第三个是自由贸易政策。这个市场经济它这个三个内容，它出发点呢，它出发点是肯定人追求人的私利，人追求私利啊是消灭不了的。保护和发扬这种观念，就能够充分发挥人的创造才能，推动社会富强。基本的这个出发点，就是这么一个出发点。西方富强国家，它的历史发展的一个转折点，这个转折点啊，就是文艺复兴。就文艺复兴，西方的文艺复兴把人的思想观念从神权和王权的束缚里面解放出来。文艺复兴以前，人的思想受到王权，受到封建王权，受到专制神权控制，束缚住，解放不出来。文艺复兴的运动主要的特点就是把人的思想从神权和王权里面解放出来，使得神权和王权再也不能够作用人的思想。那么冲出来以后呢，就追求个人利益的思想，人生价值和人格尊严得到尊重，个理性得到弘扬，个性得到解放，这样子就得到了一个丰富多彩的发展。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正是说我们说，正是在这一场解放思想、弘扬理性的基础上，出现了在西方啊，出现了对重农主义和重商主义的批判，建立了自由经济理论，就是说建立了市场经济理论。正是在这个文艺复兴思想解放、理性弘扬的基础上面，就批判了重农主义、重商主义的思想，建立了自由经济的理论。那么完整的阐述这种理论体系的是亚当·斯密，是亚当·斯密。亚当·斯密在1776年出版的《公民财富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系统的发挥了自由经济理论、市场经济理论。这本书呢，有三个论点，有三个论点啊，很值得注意的。一个论点啊，就他认为市场经济能够增加国民财富，使社会远远的发展下去。亚当·斯密说，各个人都不断地替他自己的资本找到最有利的用途。对这样对这样一个事实，对个人有利，有益处，对社会也有利。他一直认为，
资本主义是合乎人性的，合乎自然的。让每一个人与其他人一道参加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社会就会自然而然地建立起来，并永远发展下去。这是这个亚当·斯密啊怎么说呢？第一个理由。第二点呢，他肯定对外贸易和对外开放，他特别强调邻国的穷，邻国的富，就是我们邻国邻近国家的富，是本国可能获得财富的原因和机会。实行门户开放，允许自由贸易，这些城市和国家不但不会因此而灭亡，反而因此而致富。这是这个第二个论点。第三个论点啊，他认为啊，市场经济需要国家的保护和支持。他强调要对青年进行教育，包括文化、科学、技术和道德人格的教育。啊，所以他不是否定国家的作用，还需要国家的保护和支持，而且对青年进行教育，重视科学、文化、技术，啊，包括人格、道德、人的提高，都包括在这里面。这本书的主要内容，我想啊，也是三点。所以这本书啊，出来以后啊，在资本主义社会所产生的影响，在全世界社会所产生的影响是非常广泛。王亚来就是曾经做过厦门大学校长的经济学家，他说他评论说这本书啊，在资本主义社会的世界上没有一部著作对世界产生这么大的影响，如同亚当·斯密这本书一样。就除了这本书以外，没有任何一本书在世界上产生了那么大的广泛的影响。这是这个文艺复兴、思想解放、自由经济理论的创建，就是从文艺复兴以后，西方国家就出现了这么一些情况。那么这段历史啊，这是西方世界这段历史的，我们概括来讲啊，我们可以用下面这么一段话来加以概括，就是文艺复兴运动带来了思想解放、观念更新，思想解放、观念更新导致了新大陆的发现、海外贸易的发展，从而扩大了市场，发展了市场经济，推动工业革命的到来。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发展以后，出现了在政治上的发展，建立了现代国家。就西方国家，它的历史发展、它的市场经济发展以后，带来了政治上、社会的发展。可以用上面这么一段话来概括。这个概括呢，那我今天讲的是我用我讲出来的概括。这个概括它这个内容啊，实际上我是从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面的话。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面已经把这段话讲得很清楚。就历史学家啊，不能忽视这样一个世界历史的事实，这也是一个世界历史的经验。那我们过去啊读资本论，我们往往抓住一条，就是说剩余价值，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面，资本家剥削工人剩余价值，最后结果呢是剥削者要被剥夺，就是你资本家剥夺了工人，现在就剥夺了资本家。我们往往从这一点来理解问题。但是另外一方面，资本论里面也好，共产学院里面都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西方
近代化、工业化的发展、社会的发展，这句话呢，我们过去国外考虑不多。就这段历史啊，这段历史我们今天在这回忆，把这两段话都要，这两段内容都要考虑的。这样一段话的考虑，就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先进世界有工业化早的国家，它走一走，为什么走向富强？走向富强的这个根子原因究竟在什么地方？我们回忆这段历史的，我们可以得到这么一个启示。就是启蒙运动思想解放了，观念更新了，带来了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经济发展最后促进了带动了工业化，是西方世界走向富强这么一个历史经验。当然我这里啊还需要补充这一点，就市场经济的形成呢，需要若干主客观的原因、主客观的条件。因此呢，在西欧最早走向近代化的国家，都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曲折发展的过程。就是你要走上这个道路啊，需要一个历史过程，需要很多条件，需要一个发展过程。从西方来看，这一点是非常明确的。但是当市场经济出现并且得到理论上的论证以后，后期的国家吸取先进国家的经验，仿照先进国家建立市场经济就比较容易了。就是你没有，当你第一个走这个路的时候，需要很多条件，需要可能一个曲折发展的过程，需要时间。但你经验已经出现了，你学习人家的经验，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很顺利了，就比较容易了。这个时候关键的问题是祖国能动性的问题，是解放思想转变落后观念，接受市场经济制度这个问题，这个就比较顺利。比如说日本，东亚的日本就是一个例子。日本走向近代化，采取市场经济，由市场经济发展促进了政治经济军政治军事方面的发展。他呢，他的时间比较短，他是吸取人家的经验，就是日本人他有口号叫脱亚入欧。他本来是亚洲国家，他亚洲国家，他说这个亚洲就跟中国人吸取中国的文化，他说他都改变了，说我们要离开了亚洲啊，要加入到欧洲去，对不对？要摆脱亚洲的文化，吸取欧洲的文化，就是吸取西方的富强的经验，就在脱亚入欧的这个思想，在这个思想影响下面，他思想就解放了，走西方的道路。所以他的富强的这个过程啊，就这个时间就比短了，就比较短了。所以这两种情况，一种情况你自己走，闯上这个路程来，需要一点时间；第二个情况，经验已经有了，你吸取人家经验，向人家学习，你走向富强，那么这样子呢，这个路子就比较快一点。挫折就比较少一点了，这是历史的经验啊，我想啊，就这样子。上个世纪的五六十年代的时候，我们国内啊讨论这个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很热热。这场讨论最大的收获呢，是对明朝末年、清朝初年中国商业的发展、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做了很大的研究。普遍的看法认为，明朝末年啊，
商品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这是大家公认的。明朝的末年呢，中国这个商品经济发展很高，也很高的很大的发展。我想用简单的话来说一说，我们都知道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句话本身就反映着商品经济的繁荣，经济繁荣，商品经济繁荣，就反映这个问题。我想这个问题啊，国内的这个商品经济发展我想不多说了，我想就说一说国外贸易、国际贸易的发展。明朝末年啊，外贸的发展呢是很发达的，我认为当时主要的国家是我们说西班牙、葡萄牙啊，都这个在中国做买卖很活跃。西班牙的商人啊，从中国买生丝、买丝啊、买丝货，把这个丝货运到菲律宾，把这个丝运到菲律宾以后，除了满足当地人的需要以外，很大一部分丝、生丝有些丝货啊，用帆船、用大帆船呢、啊，从菲律宾啊，又运到南美，到南美洲，在南美洲卖了以后，就换了白银，这个白银呢，就运回到菲律宾。运回菲律宾的这个白银，这个换的这个生丝的这个丝货的卖的这个价钱，白银啊，大部分用白银来支付中国的货换口，在中国买丝，拿白银来买，所以这些白银的银啊，都流向南美洲的菲律宾的卖出去的这个丝的价，这个银子呢，都回到中国来。据当时统计啊，十七世纪，每一年从美洲从南美啊运到菲律宾的白银，每一年有128吨，大部分是由中国商人啊赚回来了。当时葡萄牙这是这个西班牙商人经过菲律宾啊到南美这么挑衅，另外一个葡萄牙。他因为他有澳门作为一个基地啊，有澳门在中国买生丝买丝货，从中国买了一个到澳门，由澳门向西走到印度的古巴，到印度去，由澳门为往印度的这个生丝呢，每一年有3000担。另外澳门还有一条航线，就澳门到日本的长崎。澳门到长崎的这条航线呢，丝货的这个数量也很大。据统计，在17世纪、17世纪50年里面，每年至少有1500到1600担，多的时候有3000担。中国人啊，就从这里面也赚回来很多白银，所以明朝的时候，这个银子很多，这个白银很多的，不像清朝。到清朝的时候，后来这个白银往银外流啊，银子少了，银贵清净了。在明朝晚年的这个外贸的发展呢，这个银子白银进口很多，赚了很多钱。那么这个上这节我刚刚讲的这个明末的这个商品经济的发展，高丽外贸易的发展，说明一个问题，这说明什么？就是说中国的历史啊，是呼吁需要有一个市场启蒙运动来促进经济的进步发展，但是这样一个启蒙运动没有形成。在中国长期封建社会里面，皇权与这个礼教啊，束缚住中国人民的思想，做住中国人民的和政治家的头脑，思想僵化，社会落后。从老子到孔子，
都是愚民主义者，他都是就是老百姓愚蠢，不是老百姓聪明。所以老子讲过一句话，古时候人啊，他掌握政权以后，不要使老百姓聪明，不要明明是明啊，第一个明是明，光明的明，第二个明是人民的明，不要使人民头脑清楚，只能使老百姓愚蠢，只能是愚民。这老百姓啊很难管理啊，就在于他头脑太聪明了。这老子就讲过这句话，孔子讲得很清楚啊。孔子讲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所以中国传统呢，传统就是一个愚民，是老百姓那个愚蠢，不是有老百姓聪明。历代帝王都采取这样一个政策，那么到清朝入关以后啊，就更严重了。我们可以说啊，明朝晚年气氛空政治空气也好，学术空气也好，还是比较宽松的，到清朝以后就更严厉了。为什么呢？清朝入关以后，他面临的矛盾啊，除了这个阶级矛盾，有一多那个民族矛盾，他更需要孔子的思想。在明朝晚年的时候，有不同的政治派别啊，相互牵制，政治空间还是比较宽松的。明朝晚年，太监很厉害啊，我们说陆仲贤，太监专权，但是反魏忠贤的斗争也很激烈。当时我们都知道东林党嘛，东林党呢是反魏忠贤，就反严党的，反这个东林党，东林党在无锡就讲学嘛，就公开的反对严党。当时东林在东林书院有两句对联嘛，啊，这个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嘛。这部对联很明显的就反映出当时知识分子对国家社会问题的关系。学术思想、政治思想是宽松的。连魏忠贤太监很厉害，是镇压官员、镇压老百姓，但是这后来苏州就有一个复社就发动了苏州人民反太监、反清太监的官员的斗争，一个群众运动，在苏州就发生这个群众运动，有很多人被捕，但是后来又平反了，平反以后，明朝就是张溥啊，就写了一篇《古人墨笔记》，就是《古文观止》最后一篇文章，啊，就是纪念为反对严党的群众运动牺牲的人，做了一个墨笔，说明当时这个说明是说明当时这个政治思想、政治空气还是比较宽松的，有不同的这个意见的存在。在学术上，我们都知道明朝晚年有王阳明的反传统理学的思想，有王耿的太子学派，有李治的异端思想，还有徐光启提倡这个基督教，主张基督教啊跟中国传统的这个佛教跟这个儒家思想要结合起来，这说明当时这个思想啊还是宽松的。到了清朝观就不一样了，清朝那观是两个问题非常厉害，一个就是文字狱，一个就是剃头发。剃头问题是摧残
老百姓的精神，你得一定以服从我，你不服从，你不服从的话就杀头，啊，文字要根治束缚住人的思想，束缚住知识分子的思想，就这样一来以后啊，到清朝，不管以后一百年时间以后啊，就出现了一个衰势，就是孔子正当时就讲了，清朝若管一百年就出现一个衰势，就外马其因的这个衰势，就姜维之花产于高茂啊。那么这个天下是很糟糕的，天下这个启蒙思想一直没有那个出现。到清朝到了中叶以后，才出现一个经文进修啊，恢复了经史思想，人家学者的知识分子的思想啊，就开始有新的内容，新内容。所以说，这个中国没有新的思想、新的观点，就出现不了社会的发展，社会只能停止，只能是这是讲这个第二个问题啊。这是我今天讲的第二个问题。下面讲这个第三个问题，中国思想启蒙运动的迟到，它来得很迟。到了19世纪末叶、20世纪初年的时候，颜渊最早提出来要开明治，梁启超提出来要新民啊，应该培养新的人民，新民族，提出新民族，这都是啊，开明治也好，新民也好，都是。要思想启蒙，就是使人啊，人的智慧那个发展，你出现一个新的思想。到了甲午战争以前，就是1890年的时候，薛峰岑在他的日记里面就写的，就说了，因为他做过到国外去跑了一趟，思想看得比较多，是思想有所触动。他就说了，到了1890年的时候就说了，说欧洲国家以商务为本，因此呢要讣告强兵的。这讣告强兵全在于商。苏福成到国外去，到外国组织公司，接触了外国社会，他就认为啊。欧洲国家所以富强，所以国富兵强，就在于以商务为本。1896年，一个人叫陈志，耳东陈志，长生的生，把个言法改成火旁，陈志，出版了写了一本书，叫《续富国策》，技术的续，续变就续续。富国策，他这个里面写啊，说英国国势很强，人民很富，商人力量很雄厚，天下没有那个其他国家可能与他可以相比。他说，英国之所以国势强盛，人民富裕，商人力量很雄厚呢。他的源在哪里啊？就在于应该归功于啊，他是归功于啊《富国策》这本书。那么陈志非常非常推崇啊《富国策》这本书。那《富国策》这本书是个什么书呢？《富国策》这本书就是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理研究》。陈志认为，亚当·斯密这本书啊。很重要，读这本书，全英国人都得到启发。这是陈志的1896年讲的事情。到了20世纪初，那么颜渊翻译这本书，颜渊就翻译了《亚当·斯密》这本书，把这本书的书名字啊改名为《国富论》。《国
国家富强的人，国富人出版什么书呢？这本书的书名的改动啊，说明严方把这本书看作是推动国家富强的经典。当时我提到一个要进行商战，就跟外国人啊要进行商战，不是靠兵打仗，不是靠国军队打仗，而是靠商务来打仗，是要胜于救国，攻为救国啊，这种思想啊，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啊就开始发展了，这种思想就形成了。这样子在晚清三年新政时期，中国的商业发展大规模的思想启蒙运动，应该说是在20世纪第二个十年，就是我们知道的五四运动，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出现了一个大规模的思想启蒙运动。这个是就20世纪第二个十年的这个思想启蒙运动啊，那我们都知道这个陈独秀起了很大作用，推动这个东西。1915年，陈独秀在青年战士创刊号里面发表了警告青年，就提出了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呀，就是说我自己有思想，相信自己的思想，尊重自己的思想，不要他人欲主代庖，也不应以我为主而对他人的以他人把他人作为奴隶，这也不对。这就是以自己思想为主，自我尊重自我，只要尊重自己的道德思考，这是第一条。第二条，要尊理性，要强调理性，就是你自己你道德思考，你道德思考，你根据什么道德思考呢？你这个道德思考是对不对呢？要弘扬理性，要遵守理性，要一个理性原则，你不要乱想一气。第一点说的是破，是破，你不要受到传统专制思想的束缚。第二条是立，你自己思想，而你这个自己思想，你应该遵守理，应该遵循理性，赋予理性的原则。发动新文化运动的主要人物的思想也有疏漏的地方，疏漏就有的是个不是很完整，也一下子也不可能很完整的。在《警告青年》这一篇文章里面，陈独秀就提出来要摆脱蒙昧时代，摆脱蒙昧啊，要以科学与人权并重，就讲到这个需要以科学与人权并重，就在这个文章里面就提这个话。那以后呢，就科学与人权并重也发展成为德塞两位牺牲，德西人和塞西人，民主与科学就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两枚旗帜。这我们都知道的，新文化运动、科学与民主两枚旗帜。但是我们现在回头想一想，这两枚旗帜实际上强调的是什么？是利，是利，不是破，是利。这个强调两枚旗帜，也反映了时代的要求，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是我们知道，科学与民主并不能解决中国社会的一切弊端、一切黑暗。陈独秀在《本质罪案的答辩书》中，就是人家批评新青年啊，他就答辩，他说我们要破灭黑暗，他说我们要破坏的黑暗包括什么？包括孔教、礼法、国粹、政界、旧伦理、忠孝节、旧艺术、中国戏、旧宗教、鬼神、旧文学、旧政治、特权和人治。他说我们需要破坏这些东西。我们想一想，这一切仅仅靠民主与科学是解决不了的，最需要的是什么？是弘扬理性，弘扬包括真善美在内的理性精神，是这样才全面了。所以用科学与民主与科学不足以解决中国的弊端，对吗？
二次世界第二个盛典所出现的新文化运动、思想启蒙运动，它的重点很快也发生了变化。这是因为我们想，二十世纪第二个盛典里面，世界上发生了几件大事情，世界上啊发生了几个大事情，影响着中国新文化运动，影响着中国的启蒙思想运动。这个三个大事是什么事？是哪三件事情？一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一次欧战。第一次欧战在战争里面死亡人数之多，破坏程度之大，震惊了全世界，人们对科学万能民主制度产生了怀疑。另一件事情是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党发动了社会革命，取得了胜利，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的经验吸引着落后国家的先进分子的注意，以俄为师走社会革命道路的这种社会思潮迅速发生。第三个事情是第一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中国的侵略，抗日救亡成为中国人民列宁的紧迫任务。这救亡本身它也是一种启蒙运动，这救亡这个三大事件啊，在一个复杂的历史条件下面，民主科学应该说都可以以俄为师抗日救亡所代替，成为文化运动的主流。这个演变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以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但是这一演变又使人们的个性又束缚在另一个罗斯科里面，智慧仍然受到压抑，观念仍然难以进步，中国的崛起经历了长期确切的发展过程。接下来讲一讲第四个问题，就是晚清以来中国市场经济的出色发展，我们出色发展。其第一个问题是这个民营经济的发展，民营经济的发展。刚才我们讲到清朝晚年呢，就是社稷救国的这个思想兴起来了，就在社稷救国思想在救亡的思想的推动下面，要救亡，怎么救亡发生呢？靠社稷救国，要发展社稷，在这种思想的推动下面啊，清朝末年新政时期，市场经济的发展，观念呢更新了。比如说1902年上海总商会啊成立了，1903年杭州商务总会也成立了，1904年1909年之间长江下游各城市相继建立了商会。这个无锡有一个资本家叫永德生在1904年说，这个我们这一代啊，这个商业发展很快，各个县都成立商会了，我们无锡也成立商会了。这个新政时期，这个在社稷救国的这个影响下面啊，就出现一种新的思想，市场经济啊，也都发展了。是1911年，辛亥革命，中华民国建立了。中华民国建立以后，市场经济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这个上海有两位学者编了本书啊，叫《北洋政府时期的经济》，它里面说啊，说袁世凯当上民国大总统以后，虽然政治上有野心，但是经济上并不排斥资本主义的发展。在他发布的命令里面，多次的讲要营业自由，要自由经营。同时，在北洋政府时期，资产阶级上层代表人物都参加政府，而且担任了农林、工商、财政、交通
等部的总长，这里面就说百分之一家周学熙两次担任财政总长，南方企业家张杰担任过农林工商两部的总长。他们都主张发展市场经济，当时一个很大的争论点就是开户的开辟商户的问题。张杰倡导提倡啊要开辟商户，长期以来开放商户成为中外斗争的焦点之一。早期近代史上许多中外冲突事件往往是从开户问题引起的，人们总认为开放商户开辟商户啊让外商居住就是让外国资本入侵，是不平等的。这种观念在债务政策以前就有人表示不同意。张杰在民国初年担任农林工商总长，积极主张发展国内外贸易。他认为商铺是中外贸易的地方，是资本集中的地方，它可以带动整个区域经济和内外贸易的发展。当时这个民国初年，张杰就提了这个问题。在他担任总长期间，当部长期间，在全国建立了20几处商铺，就是开放了二十几个地方。我们说这是观念上的、思想上的、观念上的一大进步。赚钱要向富人赚，像穷人是赚不到钱的，因为他穷没有钱给你赚。经济落后的国家开放通商口岸，与经济发达的国家通商，得利的往往是落后国家。亚当·斯密已经认证了这个观念，这个观念也被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对外贸易的实践所证实。所以当时这个张杰就积极主张要开辟商户，就说明北洋政府时期啊，这个市场经济啊有了很好的发展了。在北洋政府时期，从1914年到1928年，中国华商就中国商人啊，开办的米坊、超市、面粉、卷烟这四个行业的工厂总数，40年里面从77家增加到315家。在这个时期里面，私人资本主义出现了一个特点，就是许多从战争里面积累了大量财富的军阀与官僚向近代企业投资。这里包括了周学熙、王占元、李世聪、梁士仪等。在北洋政府时期经济怎么说里面，他作者列举了30名军阀官僚投资经营了160项近代企业。这个出现一个什么现象呢？就是做官发财以后投资到土地，这个现象啊，这个传统观念啊，这个观念已经改变了，他不是去买土地，而是投资到近代工业里面去。明初工商业资本的发展给社会带来了新气象。北洋政府时期经济这本书里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民族资产阶级队伍和组织力量日益壮大，逐渐形成了一股政治势力。为了本阶级及民族的利益，他们积极参与各种政治活动，强烈要求发展资本主义，要求有一个和平、安全、平等的建设环境。来，我们看到，从20世纪第一个10年，投资市场经济的深商成为逆袭运动的主力，
最终与革命派合作，推翻了清专制王朝。在反对二十一条运动里面，上海的工商界组织了劝用国会后，资本家组织起来，组织一个有国会，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上海的绅士商界学者又联合召开了反对二十一条的国民党会，一致通过决议，要采取措施在上海发起抵制日货的这个运动。这个运动啊，影响到全国。1917年，民初资产阶级也坚决反对张勋复辟。当时印钞公司那个南洋兄弟印钞公司啊，特别生产一种爱国牌香烟，啊，就老军把这个香烟啊，送给打张勋的那个士兵军用。在湖南有一个资本家，自愿的自募军饷10万元。也表示自己拥护共和，反对复辟的这个思想。这说明啊，说明在新政时期，在北洋政府时期，中国的市场经济有了发展，市场经济发展带来了政治上的新的面貌。第二个问题，国家资本主义又成为产业资本的主体。到后来，这个形势啊又变了。由于啊，市场经济在新文化运动里面，在新文化运动启蒙运动里面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那就是我刚才讲这个事情。更由于孙中山的民生主义理论的影响，那么导致了两晋国民政府推行国家资本主义。大革命失败以后，两晋国民政府的这个。接着现在他推行的是国家资本主义，改变了从清末新政到北洋政府时期发展市场经济的这个主要方向。1928年8月，国民党第二届五中全会上，工商部长孔祥熙提出来要兴办国家资本主义公营这个方案。这个方案里面呀，将钢铁、机器、水电、纺织、化工、制盐、造纸等工业都列为政府投资的范围。1927年3月，中国国民党在南京召开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煤、铁、油、铜矿是为开发展中国国家经营的方针，并确定特种工业准应由政府计划办理。1935年4月，将国防设计委员会改组为自由委员会。1936年，又议定了重工业5年建设计划，投资2个多亿，建立共赢重工业工业。到抗日战争爆发前，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了23个国家资本工厂，国家资本的工厂。到抗日战争爆发，南京国民政府进一步推行国家垄断经济的政策。1938年3月，中国国民党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抗战时期经济发展战略，规定以实行计划经济作为发展战时经济的基本方针。1940年，仿照苏联模式成立了中央设计局，以主持全国政治经济的设计与审核。次年又制定了战时3年建设计划。这说明这个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以后，经济发展的这个方向，主要方向又发生变化了。如果说为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政府控制经济还有必要的话，那么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就没有这个必要了。可是这个时候，国家垄断资本才进一步发展，
1947年，自由委员会垄断了全国10个行业，拥有291个厂矿，22万多员工，总资产在5万亿元以上。国家垄断资本对民创资本的掠夺，到1948年下半年达到顶峰的。那个时候，蒋经国在上海强制收地经营外汇，竟采取存心关押甚至杀害民创资本家的极端的措施。所以我们可以说，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与随之形成的国量资本主义，导致了民创经济的总崩溃。所以啊，杜荀成先生曾经在这个《民创资本主义与旧中国政府》这本书里曾经有一段评论，这个评论啊，我想很有道理的。他说，私人资本主义的主导地位又让位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后者的发生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使中国社会不能从鸦片战争后所进入的困境中摆脱出来。这一段就说这第四个问题，就说明了中国市场经济它经历了一个挫折返回过程。按照刚才引讲杜先生那个话来说，这样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中国社会不能从鸦片战争以后所有的困境中解脱出来，就由于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向错了。这是这个第四个问题啊。最后第五个问题我要说一说啊，就是观念落后成为社会落后的症结，观念转变导致中国的崛起。1930-31年那个全球经济危机以后啊，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坚持资本主义私有制，坚持市场经济，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但是主张放弃自由放任模式，由国家积极干预经济生活。就是说，在维护市场经济制度下面，国家采取适当的政策，在消费倾向与投资引诱两个方面实行干预。凯恩斯这种主张在西方得到广泛的赞同与实践，也得到了不断的发展。这种发展的特点啊，两点：一个，坚持生产资料及其他财产的私有制，坚持自由贸易和自由竞争的机制，就是坚持经济发展的驱动力，就是动力啊，坚持。同时呢，在投资与消费方面，国家以干预的方式化解两者之间的不平衡，在实行混合经济，由国家经营垄断性行业，实行累进性税收制度和各种社会的福利政策，缩小贫富差距。就是这个开始的这个理论，就是市场经济加上国家的干预啊，这种学说或早或迟的程度不同的比西欧北美许多国家采用，实际的结果就是持续的经济繁荣，人民的富裕。这也是这么一个历史经验。经过30年，我们回头一下，经过30年计划经济的折腾啊，中国终于崛起了。中国崛起的关键应该说是选择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这个选择过程里面，中国人经历了一次激烈的观念转变。在这个转变过程里面，许多学者、政治家到世界各地去研究发达国家现状和历史，
惊叹发达国家市场经济的繁荣，人民生活的富裕，在观念上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大变革。观念上的落后与僵化，导致了中国社会长期落后；观念上的解放与变革，导致中国的崛起。从上面所讲的，是可以概括成这么一个结论。历史又一次出现了惊人的相似之处。当年共产党宣言惊叹西方文艺复兴以后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今天西方人士又惊诧地中国改革以后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这个应该说是惊人的相似。现在西方国家都讲中国经济发展很快，很诧异，很惊奇。但是马克思恩克斯在共产宣言里就已经讲出来西方的生产力的巨大发展。这两个相惊人的相似之处啊，说明了一个问题，说明了市场经济是推动社会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但是历史也向人们做事，从中世纪走向近代需要有一个全面的思想启蒙，缺乏全面的思想启蒙运动，人们的个性没有充分解放，仅仅经济制度方面的观念的更新是不够的。日本历史就是一个例子。日本是一个善于向外国学习的民族国家，在西方资本主义入侵的刺激下面，在缺乏充分思想启蒙的条件下面，它脱亚入欧，发展市场，逐步形成了三井、三菱、住友等大财阀。传统的专制、迷信和武士道精神并没有受到冲击，人的个性仍然受到压抑，结果财阀与军阀结合，走上了军国主义的道路，对外发动侵略战争，对中国人民、对东亚人民进行了灭绝人性的大屠杀，对内强迫日本人民通达侵略炮灰，甚至强迫飞行员对民军军产实行灭绝人性的自杀式的攻击，这都是历史的存在的。那么这个事情啊，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在民军统战部的强势主导下进行一系列改革，包括禁止独占，排除军阀的财阀的制片力量，保证基本人权、政治自由、男女平等，并制定新宪法，补上了个性解放的一课。就是你仅仅如果你后期国家仅仅学习西方的这个经济，缺少一个思想启蒙运动的话，而会有很坏的后果。这个思想启蒙运动这一课啊，还需要补上的。日本就是这个例子。所以最后我的这个发言呢，最后啊就说明，事物啊总是不断发展的，在发展的过程里面，总会出现种种新的问题和困难。这些新的问题和困难的解决，需要靠科学智慧、靠道德能力、靠民主和谐。思想僵化、思想解放、观念变革，导致中国崛起。中国崛起，又呼唤进一步的文化启蒙、思想解放、理性弘扬、管理改革。这是我想啊，把这中国晚清以后啊这个历史的一个总的回顾，文革得出来的一些意见，用以解决中国晚清以后社会长期落后的一个症结。那么这个意见错误的地方，请大家批评，谢谢大家。